其他消息，我国将进一步扩大范围搜救失踪的美军水手，预计搜寻范围将超过2600平方公里。新加坡海事与港务管理局傍晚发表最新文告指，由我国带领的联合搜救行动今天继续进行。我国海军、空军以及警察海岸卫队都已调派资源，协助搜救失踪的10名美军水手。而除我国之外，美国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也派队参与搜救行动。